锵锵三人行，这个2014啊，嗯，终于过去了，但是别高兴得太早了，马年还没过去啊，要到农历之前才算，对不对？立春嘛。所以马老师现在心情是在忐忑当中的意思吗？哎，所有人都是。第一个要到那个不需要农历新年之前嘛，立春，立春之后就算过去了，就等于算进去了羊年，我的本命年来了。哎呦，哇，要去台湾看一下那个安个太岁。美姐想看看我的内裤吗？是粉红色的吗？红的，我今天就穿上了。真的吗？你知道跨年我就。哎，这个、就穿两条，我建议你。啊、以后穿两条，你怎么知道我穿秋裤？本命年嘛，而且他这个人太邪门了，又穿两条。就是这个过去的这一年，我经常说到这个马，他还不高兴。你哎，你现在你说你承认？你现在可以体会一下马老师的心情了吗？我真的是比较，我现在因为2014年，我相信了流年。我觉得今年啊太邪了，太邪乎了。就是说，哎。就是所有沾马的字儿，你知道，他们那天就连姜文这个《尼布之遥》，对，说姜文用的这个电影的主角啊，都姓马，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叫马小军，马马马，这次叫马走日。姜文其实这辈子老硬在这种事儿上，但是他自己并不愿意迷信，他就是这就是死扛，对吧？但是死扛你也逃不过，就是这个马走日，马走日，你看他就是不顺利，对吗？而且咱就说了马航对吧，马云还好，马云挺好，马云都站上世界首富了，还没过完马云还没过完。你不要讲，不可以讲，奥巴马也不是太好，奥巴马马尔克斯那个作家死了，马英九也没有过得太好，不仅姓马的吧。我们常说2014年的可怕不仅是姓马，姓马是被你唱衰而已。好像我看到身边没有一个人今年没有碰到一些很不愉快的事，多事之年，不管你姓马姓窦姓林姓什么都是，哎，心里有数。你看他说的就印证了我在这个2014年哈，我好几次我就在节目里讲同一句话，我就问身边的这个人啊，我说这个，我说我爸说呀，说今年是我们家最倒霉的一年。为什么？就是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吧。但是后来我在我这个朋友圈里问哈，我发现无一例外，大家都倒霉的意思吗？就每个朋友都，我问他今年怎么样，那天问广美，我说你这点背吗今年，他说太背了，他说你，我就，他说也是我，他说我啊，等这个事儿过去之后我再跟你说我经历了什么。对，反正就是，或者就是老人，家里老人就是绝症，或者就是家里老人亡故，就我身边的这些朋友或者就是个人呢，就是度过了惊恐不安的这么一年。可是有时候啊，当然是阿 Q 啊，你要看你事情怎么去看待，从悲剧里面找可以快乐的地方哈。像我个人今年也是碰到一些事情，可是我试图乐观的去看呢，我蛮高兴的。我跟两个人和解，今年一个是我老婆。Okay， 因为我老婆在今年的中秋节跟小三分手了，那早就分了。然后我太太今年9月8号嘛，就中秋节嘛，突然发病，有没有一些病，那进医院，蛮危险的，两个月的在，而且最重要是找不出病因。你看，这就是你们家的事儿，就是事儿，还就是好，对，还有我父亲嘛，越来越衰弱啊，那个我父亲第我第二个和解的人哈。第一个和解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每天，我女儿也不在香港，我要照顾我太太，我还要教书，还要工作，要每天跑医院什么。那重新去找出两个人的关系，如何来相处，找到对的位置，还有里面的爱意。所以现在是重新恋爱当中的意思吗？比方说，我现在常说啊，我现在住的地方啊是长形的，客厅在中间，这边一个睡房，那边一个睡房。然后呢，因为我太太生病的缘故，有一阵子我们要分开两边，我常说东宫西宫，哎，听起来很可悲啊，很悲伤，可是很好啊，他在那边看书工作，我在西宫看书工作，然后呢我就微信他，我们要不要喝个咖啡啊，好，要不要回到中间客厅来坐一下，5分钟后我在客厅里面见，晚上要不要看个电影啊，
十分钟后在客厅，好像约会的感觉。那真的是和解。东宫说不定是东厂的。啊，我在讲，还有我父亲啊，因为我要照顾，也花好多时间，今年特别照顾我父亲。那我有一个领悟，我有以前经常说，我马家绝后了，因为我父亲是独生子，我姓马，也是独生子嘛，哈，我没有儿子嘛，哈。应该没有哈，我想应该没有，那希望没有，还没调查，应该没有。然后呢，我说我没儿子，可是在我照顾我父亲，我父亲以前对我很严苛的，很怕他，很恐惧他。然后呢，照顾我很用心照顾他呢，我有点感觉，想起以前刚说到马尔奎斯啊，我们叫那个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写一个书里面有一段也说父那个儿子长大了照顾父亲，他突然觉得自己是父亲的父亲。好像他就是我儿子，我就想，哎，原来我马家辉有儿子，现在就有了我父亲啊，我要重新来照顾他。其实也受文涛影响，记得我们有一集吗？你放一个录像吗？对，那录像对我影响很大的。我想，哎，以前我父亲能够这样对我，对，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尽量的陪他吃饭，替他剥虾子，给他照顾他呢？这样子，我觉得我和解。你知道，当这个老人呢，就是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哈，我脑子里浮现出一个词儿，叫老人如婴啊，婴儿。对，其实他就像个婴儿，需要人就是一个圈子啊，一个圈。你看老人他到了最后啊，就动不了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婴儿。你甚至有些病，他这个把屎把尿，你这就是你需要你这个时候同样的去为他做，你永远做不到他当年。对你做的那样，没错，就是他在你我们的小时候，他对我们总是比我们现在对他更加的慷慨啊，的那个感觉。而且呢，你说，哎，这个伟杰，你今年你的这流年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也不好？我今年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阿 Q 的人，就像老师刚刚提到说家里长辈什么，像今年是我外婆生病，我外婆就是就摔了一跤，然后就就失智症开始，所以我就很常很常回台湾，我就希望多回去陪自己的家人，然后陪外婆，然后就像当我就会觉得说。一路念书啊，外出工作什么的时候，其实你花很少的时间，越来越少时间陪他们。但因为今年有这样子的一个，虽然不是一件好事，但多了一个契机可以回去看他们，去陪他们，然后你反而觉得很珍惜这个时间，就会真的会觉得说，每见一次少一次，然后你反而就会。那个感情就会更好，就像我现在，我外婆已经90岁了，我就是现在就吃饭的时候就会跟她 FaceTime 嘛，她就很开心看到你，但一分钟之后她转过来说，哎，你什么时候打了我？不是才刚刚一分钟过后？哦，她是这样的，就不记得了，就忘了，你就回去看到她，她也是现在看到你说，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然后可能上个洗手间出来就再一次，哎，你什么时候回来？哎，回来5分钟了。对，所以是可能得提醒咱们这个2014啊，哎。提醒咱们得注意一下这个老人，对吧？而且就说这个马，哎，你说你我认为他们说我迷信哈，可是我认为是我们有些东西不能解释，我认为有些未知的因素，比如说像马来西亚航空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是百年不遇的。对，你历史当中你找出一年年头上马航那飞机现在还没找着呢，对吧？然后同样一个航空公司又是马航给打下来一架，对，现在的这个亚航也是马来西亚的一间对一家航空公司，嗯，哎，这亚航其实哦，大家发现这件事大家很惊讶，因为亚航在廉价航空当中，我们就说它廉价航空的优等生，然后很多人就说当时发生事件的时候，大家就在猜说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飞机上面，这个飞机也不是特别旧，亚航也没有特别的不好或什么的。我就印象很深，我采访了一个，就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一个华航的机师，我就问他，我说。他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问题？比如说，哎，他像塔台的呼救啊，还是什么机长的决定等等等。他后来啊讲了很多的客观因素之后，他最后只给我讲一句话，说其实哦，遇到有时候真的就是你的运。他说就是那个运而已。他说因为其实你很多的 SOP 你都可以做，可是当你做到天气的情况突然爆发什么事情，这就真的是 out of your hand， 就是你不能去掌控的。而且这种空难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坐飞机啊。有所谓魔鬼的8分钟嘛，就是起飞跟降落，那时候是人手操纵的。通常你看统计，通常都是在那8分钟来出事。可是现在今年的好多的空难都是飞在半空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你不晓得这云深哪不知处哈，云间
可能失重了，可能掉下来了，这样几率更低。台湾的媒体有做电视媒体啊，我好讨厌的，可是最近他们做的一个蛮 还算用功的，他们去统计一下，反正今年发生的空难的数字是去年的三倍。对，所以就叫航空史上最黑暗的一年。有的人还把今年出的那几架飞机上面乘客的人数加起来，说加起来是多少？911。好毛，这感觉。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伟杰，说说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在找到马航找到亚航的这个客机的消息被官方证实的时候，然后我因为在做突发新闻，就第一线就跟我们在泗水机场的记者连线，然后在连线的时候，记者就说：“我跟你说，就在瞬间，他们机场，然后官方说他们已经证实这架飞机的残骸被找到的时候。”连线的画面就看到，他就开始起风了。就连记者说他也不知道，因为早上的时候都是晴空万里，然后都天气非常好。可是就在那个讯息公布之后，整个附近的海域整个就开始刮风，而且是连线到他跟我的声音都，他是顿时就是声音没有了。然后是用手机的那个连线的声音出来，然后你就看到头发开始吹，然后旁边就是其他后面记者也都在拨头发。然后你当时在主播台上的时候，你就会是有一种真的很毛的感觉。我还有更毛的，你知道这几天他们，我给你看张照片，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前的12月15号，就有人在论坛上预言了。你看这儿写的，这个人啊，他们现在管这个人叫神算子。你看这个日期啊，写的是12月15号吧？他当时说，国际大黑手把马航 MH370 和 MH17 劫持和击落后，作为世界第六大航空公司的马航基本怎么样了？现在大黑手又把目标锁定在亚航，一如既往必须搞垮亚航，因为亚航也属于马来西亚航空。然后建议出行的中国旅客远离亚航，别成为另一个什么另一个 MH370 的牺牲品。哎，这可是12月15号出的，就是亚航。你说，就是经过证实的吗？这个消息，因为这样很可怕的新闻，就是如果得到证实的话，我觉得就是有两个解释，哪两个？一个解释呢，就是说这个人当然真的。这是神算子哈，但是另外一个解释，我见过一次，就有一个，如果你把一次空难发生之前网络上的这些聊天记录，拿出来搜，你知道你在网上啊，每天都有很多人预言，对，每天都有，那么于是，在 N 多个当中呢，每次你出现了一个，你总能找出来某月某日某个人发出过的，但是你得想这个基数啊。可能1亿个预言都落空了，对，但是1/1000的这个预言对了，这可能是唯一的解释。没有，你也有其他解释了哈，看你选择相信什么。你可以也要看发出这个所谓对的预言的人，他到底发了几个，他很多的预言都落空。因为有一个算命的朋友哈，一个男的跟我讲，他说这很容易做到的，比方说。我随便跟10个人说，你2015年会怎么样，会生小孩，会家里会什么事 ，OK， 我乱猜的，可能10个，可能30个，只要其中有3个中了 ，OK， 3个对了，你一定把我看成神算的，然后怎么样？然后呢，你会把我算中这个事情呢，再跟30个人讲，然后呢，30个人呢就会找来给我算。然后我又乱讲，你看3×30就等于90个客人来找我，90个人呢，我甚至对每个人都讲一样的事情。我告诉你啊，今年呢你会有外遇，你外遇会生个双胞胎，而90个人里面给我刚好碰到1-2个中了，又去讲，好像最后那个金字塔，所以到最后呢，其实结论就是说你敢就行了，你敢去预言，你敢去乱说，你中的几率很大的。而且会衍生出来。当然，今年我觉得确实是跟往年不一样。你比如说，就是这个，周永康，我是说2014年啊，对，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这个规模
你数数，前所未见，哪年里有都发生在今年、啊、这确实是个非常奇怪的这么一年。你可以看看路透社呀、啊，选了一些照片，哎，咱们可以看看了解一下过去的这个。你看，这是有人呢、啊、做的一个遥控的一个英国女巫哦，在空中飞啊。你再看下边，这个是这个美国那个黑警察打死黑人、那个上街示威的人呢、啊、跟警察被警察那个催泪瓦斯喷了，他用那个牛奶啊洗眼睛，哎，洗脸留下的照片。你再看这个，你看这是好像是就是中东吧冲突地区，就孩子兵，小孩兵啊，你瞧瞧拿的都是真枪。你再看下边，这个是 MH370，这个是上面有个女的，这个是她的未婚夫，这个房是他们的买来准备结婚的这个新房婚房，到现在她还在等待她的未婚妻。来，再看，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水坝，你看，因为这个水退了呀，哇，像是一个人脸，哎，形成这么一个天然奇观啊。你再看下边，这个是谁呀、啊？你知道吗？苏亚雷斯咬的那个意大利的那个球星。哎呦，还真是球迷啊！苏亚雷斯的牙口，就是这个牙印啊。你再看下边，哎，这个索契冬奥会的那个五环要亮起来，就少一个，然后被大家笑这样子。哎，我觉得这个很幽默，是吧？哎，这个非常有意思，你说说这个。对啊，刚说到那个突然刮风，我就想起，对，很多你说是巧合吗？巧合的真的让人觉得怪怪的。像台湾那个蒋介石啊，对不对？他去世那一天啊，本来明明是晴空万里的。这个我有听过。跟我说。没有啊，就突然啊，就宣布他去世那一天，然后的时候，整个天空晴天万里，突然飘来乌云盖顶，盖住，然后五分钟后。滂沱大雨，大雨打雷，所以当时就有人就说，可能是万恶的国民党早就有那个造云机之类的科技，不然的话，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太巧合了嘛。就那么巧合的事情，你就会从去想背后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像还有香港1967年的五月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暴动嘛，哈。大家港英那种殖民警察还镇压什么什么，那一个五月香港非常奇怪，每一天的傍晚、啊、明明空气天气非常好的，每一天的傍晚的时候，突然维多利亚港突然起风，就像你刚说、啊嗯、风大的不得了，当时没有地下铁了，只靠到渡轮了、啊，所有船都停航了，那只靠什么呢？一些人划着小船，就收你5毛钱从九龙去香港。然后香港去九龙，然后呢，你坐在那边，你赶就坐吧。然后每天都有船、小艇啊，翻船死人。可是没办法、啊，当时你没办法，你还要下班，或者说去什么地方？九龙去香港，香港去九龙，整整一个月。当年就是香港被称为最黑暗的五月，1967年的五月嘛，五月风暴。那当时有做任何的措施吗？因为就像是像我们有一些媒体的迷信哦，比如说我们如果去采访遇到这种刮风下雨，或者是你怕明天会刮风下雨，我们就会画一只乌龟，然后把它烧掉。真的，我是说真的，画一就是你在纸上画一只乌龟，然后你把它烧掉。我忘记是不知道是谁的坐骑是乌龟，然后你烧掉它就会拨开。我有一年去采访也是这样，就是去那个苗栗山城啊，就是真的一早上就开始刮风下雨，就雨很大，可是你要拍你没有办法，然后我们就真的用这个方式，有效吗？然后真的雨就是真的雨变小，是我们可以去拍，要不然之前真的是大雨这样子。所以当时五月的时候有吗？我不知道。对，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导演，一个女导演啊，这个我觉得她是神导演，那家伙，我记得有一次在这个四川武侯祠，就是这个诸葛亮的那个地方，我们搞一个晚会，是露天的，省市领导都来了，就我们这个女导演，你知道吗？就是说啊，各个单位摄像好了吗？灯光好了吗？什么什么都好了啊！好，现在大家听我倒数，5、4、3、2。开始，哗，大雨就这么急，你知道吗？瓢泼的大雨，而且是突然把我眼镜都打掉镜片，哗就下来。然后那个因为领导在那儿嘛，秘书就赶快问，傻了。成都气象台，我告诉你，成都没下雨，
说只有武侯祠那一带太神了吧。后来这位女导演现在她主要承办凤凰的各项大型活动所以为什么每天 每次选美啊，他们都那个拜神，对对对，都叫那个拜神。我还纠正了他们一个不好的一个习俗，因为这个选美老出事儿。这个佳丽啊，在台上不是哗自动升起来嘛，然后哇家伙搔首弄姿表白了一番，最后就佳丽该撤了是吧？可是这个台子坏了，不下不去，不去，在佳丽在这，佳丽没有自己蹲下来，对对对，拜拜，拜拜，时间长了对吧？她也跳不下来，最后还是我英雄救美，我上去了。所以后来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这个每次祭啊，就香港人的这个习惯，他们都宰一个那个乳猪，对对对，我说你们应该行佛教的礼仪，你们这样每次还杀生。哦，原来是因为这样。对对对，后来他还真听了，就是从那个今年开始他不再用这个乳猪了，就这都是这个比较素的，对吧？但是一样出事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一进入2015，我们锵锵三人行的运都转了。这个时辰非常重要。过去我们都是在11:30播。对。但是从今年1月1号，我们提前了半个小时，我们11点这个播出，而且延长了3分钟嘛。啊，3分钟可以多聊3分钟，对我们男人来说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延长了三分，持久度多了3分钟。对, 对，你知道最近，因为最近我做一个网络视频节目，然后说这人家就要求我这个1天3分钟嘛，然后我跟这个老总啊，在这个咖啡馆里谈，旁边走过去的这个女 waiter 啊。听着我们俩说话很奇怪，因为他我跟他说，我说一天一次，1天3分钟，我说太累了，我说那个你让我这个养精蓄锐哈，1个星期1次比较好。他说不行，这每天一次，一次只能3分钟。那个 waiter 或 waitress 有没有送你一个什么补身体什么红参啊什么？不是吧？不是吧？啊，所以你看。我跟你说都不是真的，这万事万物不是偶然的。你像你看徐子东老师，他生日跟我是同一天。你知道吗？他今年的这个关键词应该是怕，就怕自己的病身体，对吧？那么哎，你看他姓马，对不对？就赶上马年。然后你看锵锵三人行嘛，据我妈讲，我大概出生是子时，应该就是在11:30。哦，所以是时间这个事情。你看这个我的这个节目，而且我的幸运数字就是3。这都不是我决定的。那待会去买个彩票吧，1月1号买张彩票，都买3号，好不好？我要中了，明天不来了。但是就是说，我们以这个2014信息量如此之大的一年哈，我们就是现在也不敢说，都已经过去了哈。我们怀着这个最深的这个心情，而且特别是哀悼这个。亚航是吧？祈祷咱们都能够一路平安。我又有一个祝愿的一个视频，其实也过时了，是圣诞节时候的，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Some says that ever again is that season comes when our Savior's birth is celebrated, the bird of dawning singeth all night long, and then they say, no spirit can walk abroad.The nights are wholesome, and no planets strike, no fairy takes, no witch had power to charm. So hallowed, and so gracious is the time. So I brought you, Dad. Merry, Merry Christmas.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Happy New Year. 对，我觉得那个很有文学的隐喻的。事在人为。我们今天人家经常说什么流年什么运气等等哈，怪力乱神的东西。可是说到最后，我们不是说那个没有，很可能有。可是事在人为啊，你看那个人有没有？
对，双脚，然后顶着那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很喜欢一句话，我也希望自己要求做到哈。我以前非常信什么流年批命什么，我会算紫微斗数的，我曾经靠这个赚钱的，那什么会算的。那后来所以他很了解这个十个人选三个人讲要这样才可以传播。我很讨厌紫微斗数，因为香港那个紫微斗数给我算，我说我六十岁才有的发，还要等对不对？那你发的标准不一样。快说哪句话？没有，我很喜欢那句话说信俗数，我们算命啊，俗数不如修因果。哦，这因果。其实最好事在人为嘛，你到最后。